卢海鹏恶搞作品最怕冇观众。卢海鹏孖住嘉英哥拍 MV 呢个组合真系经典之中嘅经典啊！细心数一数，对上一次已经系上世纪嘅事。真系好少机会，呢轮又少见咧，佢哋又登台又成啊。咁我自己啊，我自己嘅做嘢好少同佢接触咧。另外讲到网络23条下星期二恢复二度，如果真系通过嘅话，棒哥一啲恶搞嘅作品，好似 Kiyomi 同埋几许风雨等等，随时都会成为绝响。唔知佢自己又点睇？咁都唔系嘅，有另外一方面创作嘅啫。咁啲人死啊，啲人就会生嘅，都冇话唔死嘅。系嘛？除非冇观众听，我冇得讲。